熟悉之外，很多海外的学者其实对台湾的龙胜都是一个很好奇，然后很新鲜的一个想要了解的波轮，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对对对，那其实有很多我们台湾的阵头都是让很多海外的学者很想了解的，因为这是什么啊？流行千把对。龙的部分呢，自然就是一个吉祥兽，对，吉祥吉。对，而且那些能够我们看到的那些龙，是龙的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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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的自己。我想到哪了？不是自己来了，哇，自己来了，哇，真的是。不跟大家分享哦，你知道我很想分享你维州周年的时阵，大家都知影维州的周年是什么歌啊？因为你有另外一个电台对面就有共奉四海龙王，代表四海生命力，八座是海子，所以他有共奉四海龙王，等于是四海来朝，代表对那个海面都能够的平平安安，反正这些能够的出海去偷出来，在我们的这些的跑海人，是妈祖啊，不是跟我们看到的千顺将军啊，是他除了是。海龙王，甚至他还有他自己的股票的水雀仙班。对，水雀仙班，嘿。哦，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感动哎，跟那李维基周年跨年啊，对，应该吧。而且其实，在台湾真的很少见看到四海龙王的神像，是，所以今天这场北台湾妈祖跨年真的是非常的压箱宝到哪都非常值得哦，真的是非常值得。人家讲的嘛，四海平安，五福生平哦。四海生平，一境内完，境内平安。我恭喜你在民居住的周边来对，他还有很多历朝历代对于我们妈祖文化推动有功的各位功臣，都有在里面。其实我觉得，历代这些是先祖们啊。能将自己这些心力奉献在这个推广上，我也真的觉得很感谢他们。有他们这些文化的传承，我们才可以代代延续，才看得到。真的是国屌国呆啦！因为咱知影讲，咱妈祖发起在宋辽嘛所以从宋代之后呢，我们海神的信仰、妈祖的信仰、圣母的信仰、天妃的信用一直都为咱的这个天妃加咱的天庙。对，这个一路的严格，也要靠着各朝各代的人来做这个，算是前前瞻计划。化的这个就文化交流，妈祖自己也很努力，从天后天灰跟天灰跟天灰，对，而且我觉得说那人跟神都一样，都是要练习进阶的，对，要考核嘛，晋级考核，对。好，咱这摆看到的嘛是咱的圣驾车哦，为将有咱的台北、台中还有甲咱的。这是咱的中华啦，吼，咱的来自国有庙庙所，咱的天上圣庙圣尊，吼，咱的天上圣庙，哦，咱的圣驾，哦，你咱的圣驾车宾馆，来麻烦大家后退一点点，谢谢，来小心安全哦，哎，小心安全，小心安全，会被唐老鸭的脚，好，大家注意哈，注意安全，麻烦大家。我是希望不要用到我的角色。对呀、啊，你是出门在逛，不管是看老街的，还是讲话来给咱倒茶缸，其实就是平安健康最重要哈。开心，平安回家。是，来后一台吼，咱看到咱的圣驾车，这赶快有来自咱的为咱的北港南吼，咱足侪咱的圣驾吼，都伫咱的圣驾。是，对，吼，啊，搁有咱的太平嘛吼，等等。哇，非常感谢这次大家做伙来给咱参悟。而且你有没有看到特别非常特别的四面佛？你有看到不？我觉得台湾很不一样一个地方，是一个文化融合、大融合的一个地方。是。从。